耶和华弥勒佛圣训，以色列的子民们，你们是上天拣选的，所以你们必须将神的智慧分享给其他国家，并以慈爱包容的心对待其他国家。若违背神明的旨意，耶和华我将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。耶和华在以色列审判你，你们要警醒，要预备了，你的结局已经临到，我耶和华必按你们的行为审判你。给台湾的警惕，耶和华弥勒佛将在2025年2026铲除台湾所有政权党派，现任旧官员还有2年时间可以撤离。这电影在演什么？